总统府520宣布行政院发言人吴拉斯尤达卡转任总统府的发言人，过去担任过民进党发言人、行政院发言人，现在要当总统府发言人，准备拿下三铁纪录。而古拉斯尤达卡他的老家是在玉里镇乐和部落，部落得知消息之后呢，亲戚和族人们马上相聚庆祝，也用电话视讯方式和古拉斯来通话。古拉斯说日后会招待部落族人参观总统府。总统府520宣布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尤达卡转任总统府发言人，过去担任过民进党发言人、行政院发言人，现在要当总统府发言人，准备要拿下三铁纪录。老家在玉里镇乐和部落的他，部落得知消息之后，亲戚以及部落族人都非常开心，也在下午马上相聚庆祝。他对我们哈罗湾部落每个人都心情都很好，都很高兴啊，有这么好的一个啊子女能当上国家的那个发言人是最高的荣誉，是我们哈罗湾的之光。族人也用电话视讯的方式与古拉斯通话，古拉斯也说之后会招待部落族人来参观总统府。看到这边就是我们上班的地方，这样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好，现在给你看我，好，我就在这里。哎，想念你。对呀、啊。啊、以后我每天哈就在这里上班，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是玉里人呐、啊，所以我今天来一定跟他们说，我要招待大家，一定要来这里，而且总统还是副总统会来跟大家讲话，而且还跟大家照相。哇！而且请大家吃好料。部落的人跟他闲话家常，希望他抽空时间来部落看看老人家。部落长辈们一起来唱歌，相聚在一起，也透过祷告，希望古拉斯工作顺利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。